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张鹏，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。各种导致肾脏损害的一些病变，只要造成肾小球滤过屏障出现问题，那么都可以导致氮酶尿漏出增多。那么肾脏它的滤过屏障包括有三层，包括上皮细胞、内皮细胞以及基底膜三层。那么它这个滤过屏障呢，既包括有机械屏障，又包括有电荷屏障，各种原因造成那么肾脏的肾小球滤过膜它的通透性增高，血液里边的白蛋白、免疫球蛋白、补体这些物质进入到尿液当中，就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氮酶尿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原因导致那么滤过屏障、机械屏障如果要说受损的，那么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氮酶尿的表现。